大家好，我是银狼，是雪居之地的城主。为了外出探索，我让铁狼组建了一个队伍，让他去探索外面的世界。这不，冬天要冬眠了。人物左边的数值是生命值，右边是攻击值，最下方是行动计数器。每次使用牌时，计数器减一。当计数器归零的时候，就会行动。旁边的陈三则是攻击次数，轮到他行动时会攻击三次。我们的手牌有魔神铁剑和冰雪法杖。魔神铁剑造成2点伤害，朴实无华；冰雪法杖造成1点伤害，但可以施加2层雪球。雪球它可以停止对方的计数器行动。敌人摇摆企鹅团还剩4点血，我们使用一下魔神铁剑，对他造成2点伤害，他还剩2点血。我们用一下冰雪法杖，用了冰雪法杖之后，他的计数器就停止行动了。第一波敌人结束了，第二波敌人来了。我们使用掉最后一张手牌，这我们使用魔神铁剑把敌人杀了之后，感觉这不太对啊，面糊上当了，他连续攻击三次。我们使用一下铃铛重新抽取手牌，敌方角色鹅顿顿每次受到攻击，他攻击力加一。看看这面糊养出了什么怪物啊，足足4点攻击。铁狼记了，他被巨型杀了。我突然发现刚才那个是新手教程啊，这人怪铁狼领导不上了，跳过新手教程也是很正常的事吧。打牌这个我可太在行了，我们选择中间的这位吧，他受到攻击时对所有已经施加2层辣椒，辣椒可以提升临时攻击力，如果有多段攻击的角色，那样的话加成还是非常高的，那就选择他了。他将继承铁狼的遗志，就叫他铁狼二号。第一场战斗还是非常简单的，敌方出场的只有2个杂兵，一个破损的铁剑就能击杀。目前我的卡组里面输多了一个木头人，还有太阳法杖。木头人拥有一格生命，他可以抵挡一次攻击，太阳法杖他可以减少计数器，让角色更快行动。敌方多了一个闪复灵，当他行动的时候他就会逃跑，但受到攻击时会掉落4枚金币，金币可以购买物品。没想到这种小关也有小 boss。 企鹅老大一名友军被击杀时便获得1点攻击力，由于我们有冰雪法杖可以将他冻结，只要不让他行动就行了。5点攻击力的企鹅老大还是很可怕的，但好在我方有个雪乐壶，攻击时施加1层雪球。这里讲述的是我们的剧情，大概意思是这诡异的雪天形成的原因，一场持续了很久的暴雪被人们称为狂霜，我们的小弟就是要探索这次暴雪的原因。这里的路线出现了分支，我决定选择上面的道路，有2个宝箱。宝箱中有3张卡牌，第一张是麻辣宝剑，施加3层辣椒，这暂时没什么用。第二张是诺姆林饼干，它可以施加诺姆林，诺姆林可以让手牌使用时回合被结束。第3张是石榴炸弹，对未受伤的敌人造成5点伤害，直接选择第3张吧。
好歹也是个 AOE 了。这里三张卡牌，壳波宝施加五层松果，这可以抵挡伤害。第二张是辣椒魂玉，这辣椒魂玉泼铁狼的被动，可以打一波爆发，就选这张了。这里有三个伙伴，第一个可以攻击两次，但他没攻击力，只会施加毒，毒会在回合倒数的时候造成伤害。攻击两次，配合辣椒效果，相当于效果翻倍，那选择他了。这场战斗就可以看看孤麦芽的强度了。这孤麦芽是真的强的离谱啊，它可以攻击两次，辣椒配合多段攻击，伤害非常的高。这张卡只能提升一点攻击力，但如果它效果提高的话，那我们的孤麦芽肯定就是输出了。这一次用石榴炸弹，敌方的血吞吞有卡牌被冰冻时获得两点攻击力，配合这叫邦博的 BOSS 还是挺恐怖的。邦博拥有扫射，被攻击到会施加冰冻，这会让我们的队伍暂时废掉啊。这里的日常页写着雪居之地原本是有太阳的，但现在太阳不见了。这里获得了一个挂饰，蛋糕挂饰效果提升5，并获得消耗。我思考了一下，把它给焰髓，焰髓增加一点攻击力，提升到增加6点攻击力，虽然会获得消耗，但只要将焰髓的 buff 施加给孤麦芽，相当于孤麦芽每次行动能造成12点伤害，非常的恐怖。山羊图腾在敌人攻击前施加一层腐化，腐化可以让伤害翻倍。辣椒旗，这辣椒旗更强啊，所以已经保留辣椒，相当于永久提升攻击力了。我们再去一趟商店。我选择购买个饰品皇冠，它可以让一张牌在第一回合绝对抽到。这里直接给孤麦芽，我们强力输出能快速召唤上场了。这里是头目战，头目是燕甲莫科，一名友军被击杀时获得其攻击力。啊，这我们运气不错啊，第一回就抽到了焰髓，直接给孤麦芽施加焰髓，他足足6点攻击力了，攻击两次，还有每次攻击施加2层毒，相当于造成16点伤害。孤麦芽一击将 BOSS 给秒了，太逆天了。BOSS 有2阶段。好弱啊，这 BOSS， 因为孤麦芽无法瞄准，所以他会随机攻击一个单位，非攻击前排，所以刚才他把 BOSS 给秒了。 BOSS 没有吃到他第一阶段的任何攻击力加成，老倒霉蛋了。现在的 BOSS 只是一只血量非常高的肉盾而已，就3点攻击力。
我们使用个石榴炸弹吧，这些血刺猎生命有点多啊。姑玛牙直接逆天了，全给杀了。